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3月17日，迈巴比大概率成法国新队长。据 RTL 记者布林马报道，基利安·迈巴比最有可能成为法国国家队新队长。报道称，最近几小时，关于法国国家队新任队长一事仍在讨论中。基利安·迈巴比目前是新队长最可能的人选。法国国家队的前队长是罗里斯。此前罗里斯刚刚从国家队退役。谢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